现在90后的装修不能没有智能家居。那你见过家里有一台集齐这么多功能的全屋智能机器人吗？你好，小英。你好，主人。打开窗帘。正在为您打开窗帘。不要惊讶，它还是一台高品质音响，千手蛤蟆与波士顿深水灵合调音，这块比较在行的，听听怎么样？跟这种智能音箱可不是一个级别的。不止于此，其实它也是一台空气净化器，采用 H13 级哈帕滤网，实现 CADR 值每小时200立方米，据说有效过滤10种污染物，新房属全都能用。你们一直问的全屋智能机器人该是什么样子，这不就在这了吗？我以为它综合能力强就是对配置，没想到它横向对比让挑战傲视群雄。扫拖机器人边扫边拖一边干净，可降解拖布甚至跑时的即用即跑，多潇洒。那还会有什么洗拖布烘拖布的烦恼？拥有 InCross 装法，路线规划越障壁障都游刃有余，这完全不给其他人活路呀。别人有的他有，别人没有的他也有。一台机器不但给了你全屋立体的清洁体验、智能体验，还给你营造听觉与视觉满满的氛围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的新家好了，这样的产品我送你一台，你会要吗？